露露姐，这么着急干什么去啊？你刚才就已经发现了，为什么不直接揭穿我的身份？那是因为露露姐太厉害了，而且需要我亲自来了解。西西，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，哼，执迷不悟的是你吧？
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